头上面，前额那边，万科不舒服，前额万科，不舒服。我看到一个肺的影呢，盖在那富士山的上面，肺的影呢，盖在富士山的上面，肺的影呢，盖在富士山的上面，肺的影呢，盖在富士山的上面，在旋转呢，尽量的散发热量，散发热量，那边说有点顶不住了，要就他们尽最大可能。 让他不要喷发，要顶不住了，要我这边做好准备，一旦机会成熟了，赶紧告诉大家，富士山的事，富士山的要开贵款，不然的话要喷发了，好，我知道了，一直放在心上了，好，知道了，再见，再见。